记得上一次满怀期待的醒来吗？还记得上一次难以忘怀的那天吗？来场探险如何？六位成员结伴同行，离开熟悉的环境，踏上一段段惊喜的冒险。出发出发出发、出发出发出发。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少年，成员们带着童心和好奇，小心啊，全力以赴迎接每一期新的挑战。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 他们是嬉笑打闹的朋友，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。面对风浪，他们并肩前行，现在他们即将启程，你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吗？来吧，说做就做。欢迎大家来到来吧说做就做。孙杰，这就是你们家。对对对，呀，宝贝哦，谢谢冰晶。前行，来吧，说做就做。说做就做的成员们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，节目组给大家包了一整座岛。你们这是绑架！用一根破绳子把我们拉到一个岛上。滚吧！干嘛你们？我们俩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看电影看多，没有自己被埋过啊。说做就做。天哪！今天我们邀请六位达人。达人啊！达人，倒是在他领域里非常强悍的人。六个人的总成绩要跟达人进行比拼。可以。如果我们输了一场，就要进行十米跳水。哇！救命啊！这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次这样开场的节目，你们喜欢吗？你们喜欢吗？你说呢？你看我们的样子像喜欢的样子吗？我们会用重型装备把你挖出来，有请重型装备。好重型啊，吓到我了，好怕他缠死我。太重了这个。对，很危险啊！而且还挖同一个地方，有什么危险啊？怎么可能？哎呀呀呀呀！水汪宝盒。看到这些黑历史照片，还想回到以前吗？来吧，说做就做，聚水光，汇聚最闪耀自信的你。水光女神，请给我头部补一点水。两个都有老婆了，这上面多倒，不要，要多倒一点点，啊，多补一点水啊，啊，多倒一点啊。大力士对决，拖拉子挖子，拖挖子，拖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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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。安伟博。哇，哎，好厉害哦！老婆，那你们就好好跳水啊！我今天新婚快乐！聚集了水光能量的命运转变之卡，哎，改变命运，哎，有机会哦！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可以没有可能不跳啊？是不是啊？